端午连假，家人都在忙，打算自己去到处流浪。第一关就来装个水哦，这种加水站。然后带的比较奇怪，都带水果，香蕉、凤梨心、芭乐，基本上这个时代太富足了，所以带这些水果就饿不死了。打算可能前往阿里山的受不了营区吧，拍一下自己。好，来加油站加满油，然后这台车应该还不算有出过远门吧，那时候是38000块把它买回来，它展开它新阶段的车身，想说在他报废之前带他到处走走，不过38000买回来也不自觉也帮他整修了不少东西。好，先这样了。不过整修他都尽量以省钱为主啦，像这一台，这是买二手的回来，你看还可以拔出来，就是好 ，thank you， 就是最省钱的方式。来东山服务区帮我的丘比特办一下 ETC， 他一直都没办。这远东店说就开在星巴克旁边，看起来还蛮赞的。刚那台车是我老婆的名字，但是可以用我的信用卡代扣，信用卡会传个 OTP 码确认我本人知道代扣这件事，这个时代真的很进步，非常节省生命。来装 ETC， 现在最新型也不算最新型啊，这应该也好几年了吧？没有，这个是我去年才出来。哦，真的哦？因为之前是另外一款。哦，最新款的车牌型的，他们。从服务点之后还要走来车子，走了刚刚这服务区真的超大，刚我都快迷路了，因为刚进去跟出来不同门，瞬间还认不出来。好，照他网页所写，到了九的，他那个字叫十兆，我以为是以前以为是十道。这家莱尔夫好像叫嘉义的家照店吧，或是家桌店。然后往前20公尺，169，县道向右转。好，等一下就要从那边右转进去了。看到一个坐轮椅背背包的感觉，是轮椅背包客，哎，好特别哦。好了，没空访问他。不知道有没有拍到他。蛮喜欢这个画面的，阶梯状瀑布，在169县道途中，还是在169县道上，很特别的水沟之类的。喝水刚试了一下，蛮冰的。途中有路过老鼠溪营区，哎，这个印象中好像龟龟跟那个三鲁他们有来露营过，佳慧他们不知道是不是就是这个。不过这只是路边的扛棒，没有走进去。感觉这可能是达邦社区的大门哦，可能啊，我也不知道。进那个门之后就是一个岔路，照他的说法可能往前不久就有指示牌了，他说在这个 33.5 附近，反正就是在这个三岔路口附近，等一下应该左边会有指示牌。往前大概100公尺不到，或100公尺，果然有画得还不错，然后前面看起来应该有指示啊。
好，这边不是在我前面的啊，这边有点认出来了。T A P A N 达邦，好，就这边了，准备往上，听说有 4.5 公里，这边左转上去。刚才用 LINE 手机被这只猫吓了一跳，突然靠过来，感觉蛮热情的，喵。哇，太帅了吧！还养了一只这么可爱的猪哦，多追呢。然后就记得它门口果然除了水蜜桃还有李子，印象中 N 年前说可以吃啦，应该没有说没有再重说嘛，就算可以了，栽赃哎，就是这样天然，七七嘞，自拍一下嘛，咬一口，不知道拍不拍得到。树上刚摘下来的水果哦，大包尊严，这奇颖应该会喜欢，奇颖很想养一只猪，他应该不会吃李子吧？等一下我把籽用掉，等一下干一点。哎，真的会吃哎，有奶变新娘，看起来跟我变熟了。水蜜桃树，这个比离那个岸边比较远的，人比较摘不到，感觉还蛮密集的。小小颗的啦，但是其实很美味，摘熟一点，还没有很熟的就脆脆的。N 年前我来过，对它念念不忘，约家人来，大家都在忙，只好自己来了。这次有预备了一只。长一点的网子，挑到看到喜欢的，就咬下来，应该不难。有没有？有一颗了。这就是我这几天的餐点了、啊。这几天嘛，应该只录一晚而已、啊。他们养了一只猪，一直跟着我，还有一只猫，让自己一个人来也不觉得孤单。这世界就是需要。地球上所有生物都是好朋友，是我们都把他们吃了。哎哎哎！采收季才刚开始，没有很久，但是地上已经掉了很多了，你就知道这边水蜜桃有多么多。不过这种应该不是刻意种来卖的，就是小小的，应该没有去把它割很大粒。浸泡一下水蜜桃，我刚用矿泉水洗了一下，就是刚摘下来，就小小的、啊，直径大概三公分多吧。其实吃起来还是很美味，现摘的就是美味。好，受不了营区，第二次来，冲着它的水蜜桃免费采摘。这边是它，应该算西区吧，西区。那刚刚我是从这样走路，旁边有个，应该开车也可以的，也可以开到后面。然后从前面他们营本部，这是他们的住家，前面也有一大块，还有一个瞭望台，等一下再拍一下。啊，这边算。营本部住家的后方就对了。刚进来是在前方，前方有一个很大的红色石头，应该是它的标志吧。然后我刚是走旁边来的，其实它从它的营本部厕所这边也有门可以通过。等一下我就从这边走出去。刚在这一区有看到传说中的，刚开始可以采不久，摘不久，但是你看掉下来好蛮多的。不算好多了，因为现在季节才刚开始，这都很爽，应该咬一口跟虫一起享用一下，蛮香的。好，这一颗感觉
也弯，手弄一弄，这种掉下来都特别甜。嗯，还可以，没有想象中那么甜，但是也还不错。然后这就是某个营位后面，现在才刚开始不久，所以这一颗比刚刚的看起来还大，这一颗、哦、已经有一些被虫咬过了，跟大自然的虫虫一起分享食物，美丽古老。好，等一下，要去取蜜。其中一个营位旁边有个插头，然后对面有个洗手台，还有一个，所以这边我也看不出这边几张。总之今天是礼拜五，他说总共只有四张要来，他叫 我是开车来没有站旁，他叫我随便找一个位置停就好，找一个营位停。好，接下来就是从这里就可以通到他们前门了。哦，可爱的水蜜桃，点下去了，试一下。感觉很少有整修过，要有几张钱来。变原木的感觉还蛮赞的。冰箱、冷冻库，然后就我的丘比特。领主刚刚回来，我还带了一个网子，哎，刚有介绍过来，来扎一下勾不到的水蜜桃，然后正它正前方那颗石头就是这个，这边有看那编号 A2 到 A9 A10 哦，那前面看起来可以容纳十张，它营位不太大了，阿里山基本上是算比较陡的山，所以反正我才一台车。我感觉刚刚的 BC 区就是我刚这样走上去，然后又从那边建筑物走下来，我应该等一下会停到上面去，感觉那边还不赖。好，就这样，这边应该是山泉水，感觉用山泉水洗一洗好像会更美味。然后应该特别讲一下，我就记得我刚问营主说这边以前就这样吗，这瞭望台以前都是木板的，我都还记得之前在这边睡在躺在木板上睡着的，印语的部落格上面有写，所以感觉还是花了不少心思在把它弄得更好。刚刚就是不知道有没有拍到我吃水蜜桃，不过这树上摘的比较没那么成熟，就稍微带点脆，还有比较没那么甜，饮料再搅熟一点，还是就是口感不一样。有点不太甜，但是就觉得很健康。就是拍一下我的爱车丘比特了，有装蚊帐嘛？然后以下边是自动充气床，乱丢。一个人其实算蛮刚好的，两个就有点挤了。因为一个人可以东西可以乱丢，然后即使平常开门的时候这灯都会亮，所以如果你真的要不管开哪个门，就是连开后箱门灯也会一直亮着，所以你可能睡一晚整台车就没电，你要小心一点，所以我刚刚有把它断电掉。我的车很不常开，所以都有装一个手动快速转断电装置，就这个很像水龙头开关，然后逆时针一直转它就断电了，然后要用的时候再把它转紧。电瓶好，大概是这样的。这是后面的 view， 我在车里面。好，感觉刚挑了一下，这边视野最好，没有被遮挡。刚水蜜桃李子吃的有点多了，所以香蕉帮他吃不下了，就吃一个我还蛮喜欢的凤梨心。
凤梨摊切完之后的凤梨心，我特别喜欢吃这个，所以叫摊位帮我订。然后带延长线忘记了，所以刚途中还去一家五金行买了十米的动力延长线，我还这个加袋子十米650，感觉有点贵，但是我已经去挑，还有可能十米都差不多要接近1000或1000多。总之这个动力延长线有点贵哦，花650新买的，还是拍它一下，十米。动力什么延长线之类的动力线在。车子有装晴雨窗，所以不怕下雨会那个，还有点空隙可以让延长线走进去，也可以关门。下午3-4点，雨下的感觉还蛮大的。我后面一直开这样的话，雨还是很容易稍微飘进来。整片雾蒙蒙的，刚听个音乐睡了个午觉。5点多了，该来打猎觅食了。这边的打猎是猎水蜜桃，雨毛毛的，就是感觉整个都是云雾，有点小水滴。我今天也忘了带雨伞。总之还好，它浴室还蛮大间的，里面很天然，还有一只蜘蛛，但它可能没看到，躲起来了。外面这个原木厕所是蹲式的，刚刚发现它其实这里面还有浴室跟坐式的厕所。有沐浴乳哎，喝了。然后就做事了。上面也有可能有人留下来的小小的物，还有小澡盆，感觉还不赖。好，一直想到就让人家流口水。带到需要靠这个哦，小水滴椅子很开胃，刚下过雨，雨水都帮你吸了，酸甜，我就不怕酸，很喜欢酸甜味。我吃这么酸的，要水蜜桃吃一下，可能会没味道。看到一颗还不赖的梨子 yeah. 这颗稍微绿不再那么甜，应该更酸一点。还是很有风味。路边都是水蜜桃，应该可以采收的季节，我觉得应该会维持。我记得听英语说之前是6月中来，非常就是说现在就会出来。好，就是大家有空要把握机会了。这一颗就在路边又矮矮的，等一下再说调给几颗，颜色好漂亮。刚吃了几颗了，再来挑个几颗，好像在选妃子哦。这一颗来不来？这一颗好的。他要留什么？他要留打球吧。哦，我也要晚上要留哈。很红，很可爱，可是另外一边都整个脆脆的，吃起来
是地上捡的，吃起来才比较像水蜜桃，这个都脆脆的。哇，我听到烤烤烤的，然后味道淡淡的，不会很甜。我感觉我今天好像睡前好像讲过这件事，又在 repeat。好，就这样了。好，这一颗感觉长得还蛮壮观的嘛，这一棵树也结了太多水蜜桃了吧。不过难怪它没有很大颗啦，如果要种大颗应该要那个蔬果收割。看起来有晒到太阳才会变红，所以这个角度翻下去的水蜜桃就都拍到红的那一面，那背面就会比较白一点，长得这一颗长得很红。刚这一颗摸到就掉下来，这也是都就够熟了，吃起来就是那种水蜜桃的感觉，就没有脆脆的声音。同时稍微重了一点，烂，这一颗可能不够黄。有点对，那个比较黄的，动一动就掉下来。哦，我有点太重了，手很难控制。6:30了，太阳露出了还不错的光芒。这世界如果没有光，真的是太悲惨了。